易烊千玺被故意关滤镜，痘坑无处隐藏，真实颜值让千纸鹤懵。在最近这段时间，易烊千玺因为主演了《少年的你》，热度非常高，他在里面的演技得到了很多前辈的认可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易烊千玺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没有上大学，也就是说他从未受过专业的训练。只要是看过《少年的你》的人都知道，这部电影整场非常的压抑，讲述的是校园暴力，而易烊千玺真的将小混混给饰演的淋漓尽致，整个人非常帅气。而且在片场，易烊千玺一点都没有偶像包袱，所以不管是导演制片人还是各种幕后人员，都对易烊千玺说出了很高的评价。近日有网友发现，易烊千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故意关掉了滤镜，没有想到在没有美颜的情况下，易烊千玺脸上的痘印无处隐藏，真实颜值让千纸鹤全体蒙圈了。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深图下的易烊千玺皮肤状态虽然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五官还是很精致的，总体一看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帅哥。